来来，我互你医术偌好个，来换心脏、换肺、换腰、即几身骨换了了，敢会我？敢反袂我？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形之下为之气，那么形之下为之气，伊既然是即个气，伊个物件就有伊个受影，就有即个限制。所以讲，比如讲咱坐即个，咱即坐个是椅啊。咱这条椅仔，予咱材质用较好个木材落去做，伊会当放偌久？嗯。啊，各位有人对木材较了解，但当予咱用一百单，安尼有久无？好。有人哦，啊，一百单过了，这条椅仔敢有可能会歹？会。会。啊，我是歹去。所以讲，天气下为之气个物件，伊是会歹去。但是形之上位置多的物件，伊是袂歹的。啊，毋过足奇怪，咱人是拢咧对理想追求，你用看会到，也是咧追求看会到。各位，咱拢咧追求啥物？看会到。看会到的哦。咱大家拢咧追求看会到，伊看袂到，我都毋知要哪去追。哦，但是。啊，只好来对迄个看会到的物件，啊，但是对迄个看会到的物件，对较足多，对较足辛苦的，对较尾仔的，目睭摕去了后，看会到敢有对了，搁对拢着转去，啊，无到尾仔难讲的，一张拍啊，迄个字，哦，那么接落来，咱老师甲咱注意讲，倒在日常生活中，倒你平常收起，收咱这粒心。含气唔伤大，药方唔通伤大，气也唔通伤大，咱来解毛病去医治。做代志方，大家留一个余地嘛，互别人留一个余地。老师讲这注意拢足谦卑，咱安尼看知影伊是。嗯。到我知影伊是，应该拢知啦。佮包括这个妹妹，老师即讲即段话呢，咱知不知道意思？啊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哦。所以讲，真正老师要教咱朱棣的道理，咱大家真正看就知，拢唔免人去解释。安尼有简单无？嗯。这道理，老师讲朱棣的这道理有简单无？嗯。敢有？有吼、哦？啊，做会到呢？敢做会到？无一定哦。做简单的道理，做真正国小的吼，国小吼，咱有普遍的了，从国小开始，看字看就知，真正看就知，无一个看不知，字几字有法无？啊，但是看知影要做会到，就是无一定，而且足困难。啊，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？老师甲咱讲的，爱惜咱这条心。啊！老师甲咱讲的修，咱这粒心在修的，迄粒心是对一粒心，最简单的。因为方法较含难讲，啊，所以讲我较爱用问的。用问的吼，安尼较咱大家互动一下也较好。咱在修的心是先对一粒心，最简单的。用心。刚刚。用心。不知道。哎，有人有啥物答案无？用心。用心。修用心。啊，搁有人啥物呾？啊，来讲出高兴啊，讲唔对无错啊。啊，咱拄只讲啥物先？善心、良心、啊、好心。善心是咩？妄心。妄心吼。对。咱念书就比较气定无心。妄心。比咱的良心，咱有良心啊。啊，我著有良心啊，我有良心。啊，咱就是有迄个妄心。过去，顶个书也是讲，前面讲书咧讲，我有讲，咱若有三个心，咱干脆会记。咱若有三个心，对三个心。良心、人心、黑心。良心、人心，吼，啊，搁一个。黑心。哦，黑心。黑心。啊，良心是啥物？良心就是好个嘛，反正。嗯。啊，人心呢？真心万一我离良心这边，万一我离黑心这边，嗯嗯，啊，
的修心的是对一点，修咱的核心，就是先人修出比如才讲防心。咱来当将咱的核心甲修掉，安尼咱的心就无一个贪心，无一个防心。安尼咱自然这个人心就会远离良心这边。啊，远离良心这边本来所做的代志就是啥，拢合于道。所以讲，咱就讲有一个道心。安尼讲是，是吼、哦，有没有我说的对吼、哦？对吼、哦。来，过来，老师甲咱讲，咱的欲望唔通伤重，咱的心，拄只只孙子兵讲的，咱的妄心，妄心就是你倒来的。各位，妄心敢是拢离咱的欲望所产生？啊，咱的欲望离倒来的，咱的欲望会离。你都参心互咱个欲望，各位即个感觉。贪嗔痴啊！贪嗔痴哦，啊贪嗔痴是你都发生诶。啊。人心。拢伫咱即边人心啊。看着人有，啊人无，啊着想要安怎？想要爱有，啊想要有着一直追求。人住迄个豪宅，啊咱厝咧。啊，豪宅，啊，平平拢是豪宅，咱大个做舒适做有气嘛，啊，咱大个豪宅是地主住啊，住咧做艰苦个，人拢塞名车，啊，咱就塞国产车，哦，啊，人做有钱个，啊，人讲个讲，啊，咱全部拢地主住，啊，所以讲看人有，咱就想要有，啊，想要有，就爱出力啊，出追求，啊，无在即个追求个过程当中。有的时阵，心情会起起伏伏，捉袂着，啊看人有，啊就怨妒，啊怨妒有的时阵，他们讲话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，就会起了口角，啊所以讲咱的心情会起伏不定，啊所以讲老师刚甲咱讲，咱的欲望唔通小重，希望唔通小怪，哦，啊所以讲咱就是爱将。咱来追求现实上之道，咱唔通一直一味去追求这个现实下个事。哦，那么老师佫甲咱讲，咱做代志爱甲别人留一个余地嘛，互别人留一个余地。意思就是讲，今仔日，假使讲人做唔对，真正伊嘛做唔对，但是咱有一句话讲安怎，得饶人处，还有啥，且饶人。唔通吼，人佫唔对啦，啊你佫硬安尼一直甲讲，啊你是安怎安怎要安尼做，啊你是含这拢袂晓，啊你人虽然唔对，不过吼本来人是要忏悔要恶啊，你，互你后壁佫抓到有啊，敢会欢喜？各位前面咱可能想做比方较较好咯，互人念啊好欢喜，啊但方法吼念了伤侪久吼。心情就直接压制起来，压制起来，靠安怎？无啊！啊，所以讲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啊，你只好好讲一个经历，伫个在二月、三月，我发现好多地方，发现是报德，迄是报德种个马来西亚一个真实个故事。伫马来西亚有一个有钱人，哦，啊，伊生活真困苦。啊，请养一个囡仔，哦，囡仔可能大概有哪差不多像这个年龄，五岁尔。啊，伊生活真苦苦，伊妈妈捡伫外口捡回收，安尼咧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，安尼是足艰苦，不对，是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但是伊的囡仔贡献落来真好，伊会当体贴着妈妈，伊无感觉讲伊倒傻，安尼无自主。啊，伊下班下课的时阵嘛是拢努力。啊，有看到迄回收的物件，伊就拢甲捡倒来，捡倒来，互妈妈三餐食用，讲起真真乖。啊，册嘛读了，虽然讲无读甲足好，毋过嘛也只算中等安尼。但是做时大人诶，亲像咱逐个为做人诶时大人，了袂是物仔啦。咱一世人咧苦啊，干尾搁互后世诶囡仔苦，拢无希望嘛吼。啊，无希望后世囡仔继续苦，所以讲拢会鼓励伊读册，伊册若读较悬，后生成就着较好。
全新的铅笔就送你，各位，今仔日咱若是买一个全新的铅笔就送咱囡仔，伊敢会做欢喜？第二，两个第二，我哈哩，会知影哩，真好听问讲，今仔日咱若进你搭买一个全新的铅笔，囡仔敢会欢喜？第二啦。是安怎？你正伊呾摕手机啊，啥物啊？即个铅笔盒扛啥啦？哦，即铅笔盒对恁阿来讲已经没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因为安怎？因为即个囡仔，伊所用的物件拢是恁妈妈伫路边捡回所捡倒来，还佫会用一个摕互伊用。迄铅笔嘛，无毋捌用过一支新的。拢是用咧捡人咧用甲一半半条诶，捡倒来咧用诶。所以讲，伊即个囡仔，伊听着安尼好全新诶铅笔，做欢喜诶。啊，着共款，做认真读册，那么考试真正考第一名。哦。啊，考着第一名，做欢喜诶，真正考试了退倒来，妈妈，我考上第一名了。妈妈摕着即条考试单，各位今仔日囡仔甲你讲，我考第一名，会欢喜诶。哎嘛吼，明明你有没有考第一名？没有，考第一名，那给妈妈好高兴。然后，伊这个妈妈看到考试单，考掉第一名，真正足欢喜。啊，欢喜了后嘞，啊，啊，带领，带领的。哦，我带领来无啦，无话说，伊感觉艰苦个，伊烦恼，嘛是艰苦，伊烦恼。快乐啊！啊，囡仔考了第一名，哇！即马爱真正爱来买一个全新的铅笔盒啊！啊，烦恼都无钱哩，啊，即个都去捡回收的时阵，经过一间超市，啊，就我就去验一下，想讲要看看这个铅笔盒到底是偌济钱。顺序看看铅笔盒上俗的，嘛爱台票125块，125块，个位数拢那么大。不多啊，十几，这是十几当前的代志，十几当前125块嘛，无算大啊。啊，看外面怎，辛苦认真，算算的，都无上100块，啊，无上100块，这铅笔敢有法度买？无，无法度。啊，迄里啊，行来行来，啊，毋过都无法度买，都无答应伊囝，要安怎？怎啊难头的？啊，头先敢头袂去？头家袂，到尾介绍着你学店长遐，店长着安怎叫警察来互你啊？啊伊妈来生仔人，头一物件，发医生看了着爱叫你坐到医生身躯部位，哦。啊那么即个店长伊有就因那个画了文书嘛吼，啊即个文书接着即个案件了后，感觉讲，啊是安怎靠人个遇着一个亲戚在头家，你妈妈头一亲戚。啊，偷一个铅笔上大爱囡仔，啊是安怎大人咧偷一个铅笔，啊着去了解，着感觉讲这内底一定是有问题，啊着去问这个妈妈，啊问这个妈妈，这个妈妈较叫这个来答应囡仔的代志讲有听，听了后这个律师佫感觉讲，惊讲毋知是真个啊假个，佫去学校问校长、老师问问下了后，真正正确讲这个囡仔考了第一，啊伊讲真正都无钱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这个律师就从啊心内就做一个决定，啊，就这个店长讲，讲到尾啊，这个店长也同意，啊，所以讲这个律师呢，就帮伊将这个官司打到尾啊，发医生话免关，啊，但是还有两方的监管，就是讲这两方内底，伊若无做歹代志，安尼就两方过了就处理好个问题，哦。那么经过安尼，这个囡仔参这个妈妈做帮扶这个律师会，那么经过这件代志完了后，经过十几天，经过十几天，这个囡仔不停大汉啊。啊，这个律师伊拢固定伫一个所在咧食，一个物件咧食。啊，这个律师呢，伊发现着讲，啊是安怎最近我咧食物件时
像拢一个少年仔，拢一直咧甲我看，啊，即个人到底是咧创啥？哦，啊，着一直甲注意，啊，注意两三几工仔过了后，伊即个律师过去食的时阵，嘛注意看迄个少年仔倒位啊，迄个少年仔是倒位啊，啊，搁咧甲看。啊，当咱律师食要完的时阵咧，即个少年仔着挂来即个律师的面头前啊，甲行一个迄个甲问讲，你感觉会是怎啊？啊，即个律师讲。我感觉，哦，因为经过十几单啊嘛吼，啊这个少年仔就甲律师讲讲，你敢不会记这十几单钱？你有拍一张官司，啊一个妈妈偷摕一个千二的这件代志，伊讲会啊会啊会啊，我阁会记者，因为这种算较罕有的案件，所以讲伊印象内有种深的，伊就讲，啊我就是这个囡仔，哦啊听着安尼律师啊知影讲伊。这是当年的迄个细汉囡仔。那么这个律师，这个囡仔嘛，把这个律师讲讲，但是当年你的，甚至讲这个先生啦吼，啊帮伊妈妈拍这个官司，无让妈妈去关，所以讲今仔日伊开大安尼有这个成就，伊即嘛做为一个律师，哦，啊伊嘛把这个律师讲讲，即伊虽然讲话是一个律师，伊嘛拢帮助一寡。无钱个人，家庭较困苦，啊，真正不得已个情形下，袂去管过侪个，伊就义务替伊拍官司。那么伫即个故事个当中，就是要讲个就是讲，咱有时阵人虽然做唔对，唔好做人真正有伊个保障。哦，参照拄只讲个，咱有时阵工作做唔对，唔好咱是讲好个。哦，啊老师讲个就是讲，我们要给别人留个余地。咱甲别人聊个余地嘛，是伫咱家己聊个余地，吼、哦，就是即个意思。那么过来来，咱老师甲咱讲，古往今来，多少个世家对一个人是以定为传达好。咱今仔日纪念伊去较想法的人，知影爱陪伫化学，为厝里个人做一个好个模范，为行善影师做一个好个标杆，咱着爱从自身开始做一个。对啦，才有可能发展起个化家庭。老师甲咱讲，以人民方家好，爱会的化成。即句话即其实即咱嘛拢知，咱俗语话咧讲，咱拢讲爱留囝，你放互囝爱放哪？放电话。对对。我拢讲爱留电话给子孙，唔通留钱给子孙，敢是安尼？是吼，是安那？伊留钱互子孙，子孙会时阵会解认识，会认识。啊，即、這个道理咱拢知。啊，互我来请问咱一位，咱朱秘书应该有做做，差不多年纪。咱拢知即个道理，啊，你敢会上交互恁囝？会啊。哈、啊？会。我咱会嘛？嗯。啊，无咱即世人才拼是咧拼啥？嘛是要拼，互囡仔讲后日咱会当较轻松个，吼对。即确实真正咱心内话。啊，真正讲个讲，我拼起来，我无要留互囝个。咱在座各位较有无吼？啊，咱若留钱，毋过事实话啦吼，咱钱若留了伤济，囡仔你也哪一个好无？啊，干两个以上个，啊，不能个。嗯嗯，对。啊！我是讲，咱若有钱啊，咱若有钱留互囝的时阵啊，咱若一个搁外口，啊你啊两个话时阵，钱分开吼，亲像咱拄只前面讲，呾保钱，你分拢好讲。啊，若钱多的时阵吼，就无遐好分啊。嗯。啊，咱若是有负债吼，上解好分，无人袂翕。哦，啊，上负债上解好分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拢知影讲，留钱爱以钱为传达宝，即老师甲咱做领导。老师嘛，叫咱讲爱背电话线。那么背电话线，咱就爱学习水的特性，水的德性。水咱拢知影，水做人为嘛吼。啊，水伊甲咱拢用水来咧创啥？水咱拢咧用来创啥？除了啉茶以外。啊！洗洗惊人，洗身躯，
洗物件、种菜。洗鸟鞋啊，洗一，你把物件、垃圾物件着，就是袂使来洗，用水来洗。啊，水伊讲讲，你捡来着，拢摕起遐惊人个来，你帮我洗。敢有？无啦吼。水同款，你偌惊人，伊着你同较骨力咱有，伊同款让你就这惊人个物件，拢来洗洗洗洗洗洗。洗洗伊拢无去甲咱起用，而且水伊当甲洗了这物件了后，伊搁会将这歹个物件慢慢啊净化，搁留下好个水来使用。所以讲，伊水伊有一种个德性，吼、哦，人讲善善若水就是安尼。那么咱今日即个规定也是安尼，咱就是咱要做定个工课，就是点点啊做，维持咱医生啊家己。啊，有时阵爱一寡用论，啊，要互我做起一个别个班级个特新个知识个案例，咱做成课。这是泰国个道场，有一位特新群道名叫南管，南是东西南北个南，管是伊种叫管事个管，南管个特新。那么即个南管个特新呢，伊开伊搭开干嘛个？啊，伊嘛请用一个囡仔。哦，那么伊即个道亲，伊互人因缘生熟，互人带伊去求道了后，伊求了道了后，知影讲道伊个状况，所以讲人甲连续伊讲有办课，参就着参就咱注意一个大家来咧共款，着拢去佛堂参拜。啊，伊咧做生意咧去佛堂参拜，着爱安怎？生意敢有法度做？敢有法度？着无做。门就关了啦。啊，因为伊是开干仔店，开干仔店卖物件就是一寡糖仔饼，啊，佮有一寡面。啊，伊若关，当然若讲有班，伊个门关了啦。啊，就佮将伊夜面咧卖糖仔饼，佮一寡面、米粉啊、面啊，直接去有了。伊也厝有亲戚，啊，糖仔饼有互囡仔食。啊，伊囝个，虽然我有对伊妈妈去。但是伊囝就是，伊妈妈嘛无甲讲清楚，啊，伊囝就感觉足奇怪，啊，是安那有得到工课，啊，妈妈你着无爱做生意，啊，无爱做生意，煞你搁物件拢搬搬去问着，你互人食，细汉人咧就做袂了解伊妈妈，啊，但是嘞，无了解伊嘛无讲出来，啊，伊妈妈嘛无去了解囡仔伊个想法，安尼等甲囡仔大汉娶某生囝。各位，囡仔无了解妈妈伊伫学堂咧做个工课，伊敢会对妈妈来学堂，敢会袂？所以讲，因囡仔除了求道了，啊看妈妈迄种个行为，对道就拢一种个反感，拢无来学堂。但是因妈妈就共阮安尼点点啊做，啊等到即个囡仔娶某生囝，囡仔一段时间啊，即个囡仔咧，伊讲起来都有一点仔孝心啦。就打电话给妈妈讲，妈妈，今年的圣诞节吼，我带你做伙参阮厝里个啦，做伙来有几大亲个，哎，后面妈妈听起来就足欢喜个，我着去人有等，若是厝边隔壁有等着啦，有人讲讲，阮囝圣诞节要带我去有几大宝家佚佗三日，哦，大家听着安尼。各位，咱阿来讲，你囝要带伊去佚佗，带伊去佚佗，咱嘛替人欢喜，敢是？大家拢讲好，反正囝做英雄，啊，做欢喜的。那么，刚刚要去佚佗的进程，伊妈妈在困的时阵，望一个景，看到迄古迹啦，风景真正有够水的，风景宜人，足侪人伫迄沙滩遐咧佚佗的。啊，看到正拄啊打正好的时阵，忽然间。即、这个人讲的风云变色，沙滩顶块全变拢一片的死啊，死片拢倒伫遐，啊，规个风云变色，拢啊，好环境完全拢无同去啊。啊，而且老师倒伫房间，甲伊讲，古迹啊不能去。啊，伊望着安尼，感觉心态安尼怪怪，啊，心态怪怪，佫无去想安怎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佮同款拢做同款的嘛。啊！连续三天做同款的梦，各位，咱心内敢会感觉这是真
真诶啊嘛吼，啊就会惊，就感觉不安啊，啊就赶紧敲电话吼，惊，家己惊讲，嘿，我伫房中吼，啊连续三日咱老师拢来放电互咱看，啊有钱也歹去啊，伊囝听着安尼敢会欢喜？袂欢喜。就是啊，就无聊，该妈妈就开始伫电话，开始伫伊遐。妈妈，我甲你讲啊，你妈今日哪里买钱啊？迄铺子啦，我饭店啊，顶啊，机票啊，顶啊，迄开毋是几千块嘞，是几万块嘞？啊，你进来房间嘞，房你就讲拢爱去啊。啊，你妈妈拜拜拜拜拜到安尼，还伫哪里买钱？我爱念念，妈妈讲一句念，你安尼念念到规山面，讲到热热腾腾，妈妈也毋知咧咱来。啊，两百块了，伊囝也无欢喜，啊，妈妈嘛不知影要去啊哪来解释，啊，伊伊囝开始来，妈妈讲，我自细汉看你做困难有代志，你做物件拢乖乖去困难咧煮王食，啊，生理也唔做，啊，进房中房一个安尼老师讲的，啊，你着讲歹死甲安尼，咱囡仔就无了解甲安尼讲，会吼，啊，所以讲安尼定位了后。伊囝，但是妈妈妹妹嘛有心情啊，我无去，啊无去，迄搭就是2004，当家圣诞节的迄日，伊看到新闻，南亚大海啸这样子的影响，真正新闻报出来警示，就参像恁妈妈家己形容迄个环境同款，看到安尼了后，伊囝呢，就有一点感动，就敲电话互妈妈讲，妈妈。真正爱足甘心滴个，但毋是你对群众个心心受慢。今日咱兜全部都是善良，啊嘛因为安尼伊感冒着了，我甲伊某甲伊囝较吵起个，咱嘛是。伊细汉就倒啊，搁吵搁生气啊，家己个某当，家己个囝嘛会吵起个，对个，因为啊对倒无了解。啊！就爱等到这个机缘成熟的时阵，他才去追到。那么然后他就进长明妈妈做位的时，就着当中安尼喜欢。那么好啊，讲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来大家分享做参考的时间。今仔咱来有当做任何的工作，咱今日事实就无了解，咱一定爱想办法讲互伊清楚。咱若讲互伊了解。是囡仔就会对咱去行这条路，啊，咱行这条路敢有办好？有嘛吼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咱老师甲咱讲的，咱爱以经以传家宝，啊，咱安尼咱爱咱做一个真正道的人，爱咱建立起了道化家庭。好啊，咱先放一条我互咱。大家听一下吼，啊，有法面一下嘞。嗯。啊，咱大家当笑的吼，咱就做伙来笑，请老师伊的心声，都在一首。